上下，你有上下这个做动作，这个力量是从你的抬这个手指去找到的。这节课你会很不舒服，就是你会特别的不舒服，但是没关系，就是它就是一个过程，你知道了就好了。如果你触键之后就不要再这样了，就不要再去紧张。这个发声的原理，它里边那个弦就一直在震动，所以你只需要放在这儿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一点是，对触感。要有力，对，然后就放松，试着你可以去试着练习的时候去感受这个动一动。这一点弹完这一个力量只用在触键的这一瞬间，之后就要放松了。对对对，你看你现在抬的还是这个位置，还是有的时候会离开，就是离开整个手臂去。好，然后你力度再大一点，脚底骨力度再大一点，感受一下呢，这个力度给的多少所产生出来的共振。对，很好，你先
现在这个你能更明显感觉你击打的这个音色是就比之前饱满很多。那我如果是我的，我会选择。这首手腕不是同。左手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用喜欢用右手嘛，所以就左手不习惯，所以就需要多去练习这个。然后你击打你可能需要你需要刻意的去让它用力。这个最后边是这个，我说这个那个嘚嘚嘚是嘚嘚嘚嘚嘚嘚嘚。心里去想，然后慢下一步是你才能去表达。很多东西不是说我们把它弹就可以了。它有很多很多细节，那这个就要通过这些去慢慢练习，一点一点解决。很快啊，你今天就直接来一个曲子吧。耶路听过吧？老师，这个是要踩一下吗？哪个？就是这个。这个啊，这个是
在我们这个鼓舞当中，这个是 crash， 就是提示啊，我进入到这个 Q， 其他乐手，哎，我到多少小节，多少小节这个段落的呀？好，开始。有点犹豫。三弦四弦，嗯，对对对，哎，对，记得要按一下。就这走向啊。C C G A。AM, EM, F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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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, F, M 对对对，记住这套路。对，这是一个循环的套路，然后就最前面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然后后边就是进行这个套路，咱们再捋捋清。这他那是弹出来的，啊，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对对，对对对，小马挺棒啊。经典加一封神之作，耶！哦，他们讲的，哦，要闻香干，这个世界就是变化，翻脸下来根本的慢慢，手里握着不是个变化，不灵不灵，跟着音符扎，哦，能变不能再不灵，叫别人说不清道理，你都蒙不拉，你讲不行人家，越得多劲，看不像这一辈接着，哦，别人在帮你路，呜，开始我自负足，呜，别人过你当重复，没错，就现在，如如如 my bro， 真的刚才出现他，丢了这段的记忆为差，我不追加，你是不追他，打破了虚伪，留下了伪装。现在变得盲目，个人在期待做的答复，见着烈日自己变得跟着外部，因为他现在不，即使我来成你吗？我也觉得一个地方，虽然站在不同立场，但我们背后在共同倾向，那样路太好你不放弃，只是你自我打的好抵抗力，如果对我毫无畏惧，你第一次给暴力爱对我什么自不量力，若不知道没人替你帮你抗议，真的比较没可能真死气，但是有点没有这么没有他的意义，曾经发生过的永远都不要忘记他。其实那个可以多连续再做两个那个 flow， trap 不是那种我在里边疯狂玩 flow 变化玩技巧，你要是洗脑听好听，对，是大家在那一个 flow 里边在颠嘛，玩的就是这个律动。你的节奏要稳，你要多快？你先告诉我。出现问题，对吗？对，所以练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不要去一遍一遍反反复复的练，它没有用。你两次以上发现这个位置走错，所以你就要停下来，你时间有限，就要停下来练这儿，把它的这个，你需要去解决的问题，一定是有你不熟的地方，比如说这儿可能就会音比较密集，对你来说，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需要去把它停下来，只练这儿，反反复复五次十次 ，OK 了，再从头来，哈。Okay.二三走。
都没问题啊，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是安静的啊，闭场了，那我们这时候该怎么闭呢？你也不能直接闭哦，这个是细节的一个问题啊。当我们打这个第一个 crash 的时候呢，你跟他一起闭，你大家对一起闭，这样你就不会产生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如果我进棚录音或者这乐就是我在现场，出现这个多余的声音不好听啊。心里有数是不是？老多打。对，那你有时候那你就接下来下面练，但是你打错，但你还要继续，就是要去立马调整回来。对对，立马调整回来。其实你如果你跟其他乐手，那大家心里也都明白，如果知道明白，对，那我不能中断，对吧？还是少了一个节奏啊。对，但是你还得要，哎，我装作不知道，知道你直接看向贝斯手就好了，把这个对对对推向贝斯手，或者其他乐手，对。对，就是要进行一直进行的，你自己在这个练习当中去调整就好了。好，然后你就对着谱就这么来，它有歌词的提醒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辛苦了，就很久没有打鼓，然后又待了两个月，然后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，然后希望在家的时候能整到自己的鼓，在宿舍。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吵。那你会吵他们吗？没事，吵到把他们给他们一人买个耳塞，我一个人打。然后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收获，我有了我自己的棒槌。那叫棒槌吗？鼓，就是简称棒槌。对，连下来就对了。最后一拍你可以扫成16分音符，也可以，这个可以存在，也可以不存在。对，正好跟这个韵脚在一起。我弹两遍。当还又少一点，对，然后再反复一遍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行了，前面老师你疼我揍一下，我怕我回来忘了，想不起来。Thank you.